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歡迎各位出席港鐵公司2022年嘅業績發布會。隨住防疫嘅措施逐步放寬，我哋終於可以好似以往嘅業績發布會一樣，面對面同各位見面，向大家報告業績。從2022年初第五波疫情肆虐，社會各界面對嚴峻嘅挑戰，港鐵團隊仍然緊守崗位，秉承讓城市前行 Keep Cities Moving 的使命，為香港以及為我們所服務的內地和海外多個城市提供優質服務。東鐵線由去年5月起直達港島，開通之後深受市民歡迎，也都令往來港深兩地更加便捷。同月在倫敦，港鐵營運的伊利沙伯線中央營運段正式通車，而北京地鐵16號線第三期亦都喺去年年底開通。另外，公司早前訂購嘅93列新市區線列車，代號 Q 車，已經陸續付運，而首列已經喺去年11月喺觀塘線正式投入服務，至今運作暢順。今年初社會逐步復常，羅馬洲站、高速鐵路香港段同埋羅湖站相繼重新投入服務。在今年2月，跨境鐵路服務和高速鐵路香港段每日平均的載客量已經分別重回疫情前的一半左右，而隨著外遊和訪客的人數陸續回升，機場快線的乘客量亦都在去年年底開始回升。現在我和大家簡報一下2022年的業績。公司經常性業務的整體利潤約為1億6千萬港元，物業發展的利潤為105億港元，而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計量虧損為8億1千萬港元，因此年內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為98億港元。2022年香港車務營運的 EBIT， 即是扣除了利息和稅項前的利潤，是錄得47億港元的虧損，而在3年的疫情裡面，車務營運的 EBIT 總虧損已經超過140億港元。2022年較大的物業發展利潤，主要是由於有多個物業項目同時入帳，而這些利潤是一次性的，但是公司每年需要動用大量的資金營運和保養維修鐵路資產，以及為香港興建新的鐵路項目，以確保香港的鐵路服務持續維持在世界級的優質水平。港鐵公司一直心系社區，除了恆常的各種車費優惠，在疫情期間我們推出了多項的支援措施，包括凍結票價，亦都減過票價，亦都為商戶提供免租減租的安排，相關的票價和租金寬減達到幾十億元，同香港市民共度時間。公司同事亦都保持一貫的專業態度服務乘客。本地客運服務方面，去年重鐵網絡列車按照編定班次的行走的表現和乘客車程的準時度，繼續維持在99.9%的世界級水平。我們不斷提升設施，去年11月全新的列車已經在觀塘線投入服務，提升乘客的乘車體驗，至今已經有4列新的列車提供服務，整體的運作暢順。而信號系統更換工程亦都是公司資產更新的另外一個重要項目，公司正是全力推展相關的工作，4條市區鐵路線會在未來陸續轉用新的信號系統。港鐵公司繼續積極配合政府就香港的未來發展策略，全力地推展新的鐵路項目，預計未來的資金投放超過港幣1億1千億。而重要的是，除了工程本身的規劃和管理之外，正如我剛才提到，為未來的鐵路網絡規劃好和管理好，資金需求亦都是非常的重要。公司已經在上個星期就東涌線沿線和政府簽訂了項目協議，這個項目和小蠔灣站、屯門南沿線和東鐵線的古洞站項目都預計在今年會陸續動工，目前已經展開了前期準備工作。洪水橋站的項目亦都已經在2月刊憲，工程團隊
會致力有秩序地推展各個項目。物業發展方面，去年我們繼續預售港島南岸第一、第二期和日出康城第十和第十一期，而百勝閣通風樓物業發展項目和東涌牽引發電配電站的物業發展項目的合約都已經批出。而視乎市場的狀況，小蠔灣項目第一、第二期和東涌東站第一期的物業項目預計會在未來十二個月內招標。公司多年來透過鐵路加物業綜合發展模式，除了興建鐵路，亦都支持了香港建設了多個新的社區，同埋為舊區注入新的活力。鐵路建設需要龐大的資金和長遠的投資，同時涉及鐵路營運、維修和資產更新的開支。這個綜合發展模式有助公司維持財務穩健和長遠可持續發展。展望未來新鐵路項目，公司會因應項目的獨特性和政府的發展策略，透過鐵路加物業綜合發展模式或者其他合適的融資安排，加快興建新的鐵路項目，配合香港的發展。港鐵公司一直以客為本，致力建立一個安全和無障礙的乘車環境，亦都積極利用科技推動關愛共融和智慧出行。我們都致力推展智慧鐵路，運用創新科技進一步提升營運和維修表現，亦都同本地的大學和其他科研機構簽署了合作備忘錄，攜手為鐵路和它相關的業務發展更多的創新方案。鐵路本身是低碳的公共交通工具，港鐵公司更加在設計和規劃新車站和物業發展項目的時候加入環保的元素。我們已經向科學基礎目標倡議組織 SBTI 提交了香港鐵路和物業業務在2030年的科學基礎減碳目標，並且致力在2050年達至碳中和。年內我們完成了車站空調冷卻裝置的更新工程，令到乘客旅程更加舒適，同時有助減少碳排放。我們都在部分的車站和車廠安裝了太陽能板，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另外，我們在港鐵商場推出了全新的零售品牌 Louda， 為本地的年輕創業家提供全方位的零售平台，推動創意產業的發展，也都為社區創造了更多的機遇。我們都制定了環境、社會和管治的投資框架，從而衡量、評審和監察相關的投資項目，協助公司將財務的資源有效地分配在適當的措施。公司致力提升乘客的乘車體驗，透過在鐵路網絡展示藝術品，推動藝術共享。去年同 M Plus 同埋本港藝術家合作，讓乘客在旅程裏面欣賞到世界級的藝術創作，同埋了解社區的文化特色。公司亦都推出了退役列車保存計劃，包括捐贈退役列車部件給社區夥伴，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寓學習寓興趣，令到退役列車亦都活出第二生命。港鐵公司在內地和國際業務繼續穩步發展，北京地鐵16號線預計在今年裏面全線通車。海外方面，英國的伊利沙伯線和 South Western Railway 都獲得了延長服務專營權。在全面考慮了公司的財務狀況和將來的資金需求之後，港鐵公司董事局建議派發末期普通股股息每股港幣8.9元，即是全年普通股股息每股港幣1.31元。2022年度股東應佔利潤咧係98億港元，集團嘅財務狀況穩健。截至於2022年12月底，集團嘅現金、存款同埋可動用嘅信貸額係超過300億港元，正負債權益比率23.3%，為穩健嘅水平。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89港仙，連同中期股息每股42港仙，全年普通股股息為每股係1.31元港仙，較去年咧係上升咗3.1%。跟住同大家講講我哋嘅基本業務個分類利潤。喺香港，
香港車務運營的 EBIT 是錄得47億港元的虧損，主要是由於本地乘客量受到年初第五波疫情的影響。香港車站商務的 EBIT 是下跌 8.8%， 主要是由於廣告收入下跌和是車站商鋪租金因疫情的影響下調所致。免稅店的業務仍然是受到過境服務停運影響。香港物業租賃及管理業務的 EBIT 是下跌 6.1%， 主要是受到租金下調的影響。在香港以外，中國內地和國際業務附屬公司的 EBIT 上升，主要是澳洲業務貢獻上升。接下來我想講一下我們的綜合的財務狀況。總資產為3270億港元，較去年年底是增加350億港元，主要是來自小蠔灣物業發展相關的資產和是大圍商場的落成入帳。總負債是增加350億港元至1470億港元，主要由於小蠔灣項目相關會計處理和是借貸的上升，因此總權益是維持在約1800億港元。在現金流方面，從經營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是68億港元，與物業發展相關的淨現金流入是49億港元，扣除資本性開支和其他支出外，融資前現金流入的淨額是5億港元，計及派息、淨貸款和其他，現金是減少48億港元。接著在財務的和一些借貸的比率，集團總借貸是上升了41億港元，去到是478億港元。儘管這個聯儲局在上年年內多次加息，在公司的債務結構中是70%是定息的借貸，有助減低這個加息的影響。去年平均借貸的利率是 2.5%， 比去年的同期是上升了 0.3%。淨負債權益比率是 23.3%， 比去年同期是上升了 5.2%，主要由於期內是我們需要繳付小蠔灣發展項目的地價。我們的利息保障率是 14.2%。至於我們未來三年的資本性開支和投資方面，2023年去到2025年3年間，我們的總資本性投資和開支是預計為652億港元，其中 59%， 即是超過380億港元，是將會用於香港鐵路維修的資本性開支。這個是較以往是有所上升的，主要是由於幾個鐵路系統的維修和更新是同一時間進行，包括了有列車、信號和是電力系統等資本性的開支。另外 24% 是用於香港新鐵路項目相關資本性的投資，包括新簽訂的小蠔灣站和是東涌線延線的項目。 6% 是用於內地和海外的投資，以及 11% 是香港物業方面的投資。我將以下的時間交給 Jacob 講解我們未來的展望。謝謝 Herbert。 隨著香港疫情漸趨穩定，本地和訪客的交通需求亦都逐步回升，同時各行各業以至香港的經濟亦都逐步復常，有利港鐵公司各項業務的未來發展。港鐵公司到明年就服務了香港45年了，公司會繼續投資改善更新現有的鐵路資產，亦都會投資興建新的鐵路項目，配合香港未來的發展。鐵路業務收入是公司主要的穩定收入來源，過去3年的疫情，票務收入大幅下跌，而我們目前正就票務調整機、票價調整機制進行檢討。公司是聽到各界人士的意見，我們會同政府保持緊密的溝通，預計今年上半年可以完成檢討。我們在未來3年，現有鐵路資產的更新需要每年平均投放超過100億港元的資本性開支，而每年經常性的維修亦都超過50億港元。而未來10年左右，公司會投資超過1000億港元推動鐵路發展策略2014
裡面的新鐵路項目和小蠔灣項目。東涌線沿線東鐵線古洞站、小蠔灣站和屯門南延線的項目都預計在今年動工。公司也會配合政府有關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以及2022年施政報告入面三條的策略性鐵路，進一步擴展鐵路網絡，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本地物業發展方面，我們在大圍站上蓋的 The Y 維方和黃竹坑站上蓋的 The Southside 兩個新商場預計會在今年開業。而小蠔灣項目將會提供約20,000個公司型單位，項目會加入環保、減碳和智慧城市的概念，發展成為低碳社區。視乎市場的情況，在未來12個月左右，我們預期會為小蠔灣項目第一期和第二期，以及東涌東站第一期的發展項目進行招標。而視乎施工和售樓的進度，我們預期會為日出康城第11期、港島南岸第4期以及何文田站第2期的項目的物業發展利潤初步入帳。我們會繼續探索在中國內地包括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海外的鐵路和物業發展機會。最後，我衷心感謝各個業務團隊過去三年面對著嚴峻的疫情，仍然堅守崗位，竭誠為市民服務。展望將來，港鐵繼續以客為本，實踐讓城市前行的使命，同大家一起再向未來。多謝大家。好，唔該曬金博士。而家我哋進入問答嘅環節。傳媒朋友如果想作出提問咧，請你哋舉手示意。發問嘅時候咧，都麻煩你哋講出你嘅姓名啦，同埋你所代表嘅傳媒機構嘅名稱。咁睇下而家各位有問題。好，後邊中間白色衫嗰位小姐。你好，是 Now TV 的，想問一下管理層，內地和香港通關，受惠人流增加，預計今年的表現，例如商務租金的收入會怎樣呢？還有乘客量的全年收入增幅又怎樣呢？何時會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呢？另外還有小蠔灣項目，之後會不會調低定價再推呢？另外今年會再投，會不會再調低定價再推呢？謝謝。 OK， 謝謝金博士。好， Thank you。 多謝你的提問。我們自從年初開始通關以來，我們看到個客流是逐步地改善。我們說回本地的客流，我們已經去回疫情前90%了。而過境 的客流包括了羅湖、落馬洲和高鐵的客流，再加上機場鐵路、機場快線的客流，都去到2月底已經去到疫情前大概50%左右，亦都是慢慢地增加緊，基本的勢頭都幾好的。或者我請我們香港客務總監楊小姐，楊小姐是負責我們所有香港客務客運業務的主管，可能講一講在商務或者通關方面的情況。好，多謝記者的提問。正如金總裁講，在開關之後，其實我們都看到過境的服務，即幾個口岸包括羅湖、落馬洲和高鐵，那個需求都一路慢慢上升的。我們都看到在2月底大概是50%，我們相信都會繼續持續上升，在3月我們都看到是繼續升的。我們相信對於因為人流的上升，是對於在站裡面的商務，包括是廣告的收入，或者是一些 商店、商鋪的業務，我們都看到是開始慢慢好回，比起疫情的時候前的時候慢慢上升的。那我們都樂觀看到那個業務都應該是會慢慢地好轉的。或者你看回如果是高鐵的話，我們跟著星期六就會開通廣東大部分的站點，而去到4月1日呢，亦都是全部的高鐵線路呢都會復常。所以呢，我們看到希望個勢頭呢會可以繼續。至於小蠔灣方面，或者我請鄧總監可以講一講。多謝記者提問。小蠔灣的項目呢，現在我們都在進行一些研究工作啦，就都密切觀察緊市場同埋大市場嘅環境啦，咁我哋都評估緊招標嗰方面，我哋個安排會係點？
現在我哋計劃咧都會喺年內會再度招標。後面白色衫嗰位小姐。你好，商台噶，想問一下咧，舊年港鐵因為延誤罰錢，總共罰咗幾多錢啦？同埋打算會點樣回饋乘客咧？同埋頭先有提到話檢討緊票價機制啦。咁對於有議員提出話希望調整可加可減機制，做到賺得越多就加得越少，點樣睇呢個建議咧？唔該。好，多謝你嘅提問，特別係票價調整機制。我哋呢一個票價調整機制咧，係一個公開客觀。透明亦都係可預測嘅，係基於政府公布嘅數據而做出嘅票價調整。而當我哋考慮咗負擔能力之後咧，喺過去幾年我哋睇到呢個係機制咧發揮咗實際嘅效用嘅。我哋過去幾年裏邊咧有三年係冇增加票價，其中有一年咧係要係減票價嘅。咁所以係有實際嘅效果。同樣咧，我哋睇翻喺呢幾年疫情裏邊咧，有好多其他城市嘅鐵路咧。因為他們的車費是大幅的，車費的收入大幅的減少，他們結果都是要加車費，或者要當地的政府提供額外的補貼。而我們在香港，我們因為有鐵路加物業這個模式，令到我們的財務穩健，就算我們的鐵路營運是有140億的虧損，我們仍然能夠繼續我們恆常每年二十幾億的恆常的車務的優惠，而在疫情車費的優惠，而在疫情裏面我們也都是提供了特別的優惠給我們的乘客和我們 的商戶的。而我們這個五年一次的機制的檢討呢，是 會繼續我們跟政府保持密切的溝通，希望在年中之前完成的。好，看看記者朋友 Kenneth。Hi, Jacob. What is the MTR position? 請問地鐵就直通車 Will it be considered to history? And also about the fare adjustment about the review of the fare adjustment mechanism. What is the MTR position? And will there be more chances? Will there be chances of returning more profits to the public? Thank you.Thank you. For the mainland through trains, as now we actually know that the high-speed rail service actually covers all the destinations in the mainland through trains. So at present, there is no plan to resume that service. As for the FAM, the fare adjustment mechanism, the mechanism itself is an open, transparent, predictable.Mechanism based on published government statistics to calculate a fare adjustment amount. And having considered the affordability factor of our citizens, you can actually see that the mechanism has worked well. For example,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re were 3 years that we did not have any fare increase. And in fact, in 1 year, we had a fare reduction as a result of the mechanism.And when we look at in the years of the pandemic, when we look at the other railways in other cities,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loss in fare revenue, they ended up raising their fare, or they have to get additional subsidies, large amount of subsidies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for us, because of the rail property model, despite the 14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loss in our railway operations, we still have a stable financial.Position. In addition, we are able to maintain $2 billion every year's fare concession. And in addition, we have provided special relief measures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we are now still reviewing the FAM with government. We are hoping to complete the review by the middle of the year. Thank you, Dr. Kim. Hi, Wei. Next.你好，我是明報的。I'm from 就想請教翻就係、關於即係今年計劃推出嗰個嘅新嘅項目嗰度啊，即係地產嗰邊咧。咁嗰度其實涉及總共嘅單位數目咧係有幾多啦？咁同埋都想了解一下咧，譬如喺呢個週期咧，喺嗰個租金業即係譬如收租嗰部分
咁今年譬如個租金或者租務嗰度咧，會唔會見到咧開始個市道復甦啦？都喺嗰個租務嗰度有個一個調整咧？咁依個係地產啦。咁第二樣嘢都想請教一下關於嗰個一啲投資物業入帳嗰度嘅。咁就因為我留意到喺嗰個新聞稿第五點嗰度咧，就嗰個初次確認嗰個物業發展嗰個投資物業嗰個公允值嗰個計法咧，因為以前依個咧就好似入落去基本利潤嗰度嘅，咁但係就我見到近依一兩次咧，就好似係喺第五點嗰度劃翻出嚟，咁就依個其實如果係咁嘅安排底下咧，會唔會影響咗計算嗰個基本利潤嗰個嘅數據咧？嗯，好，或者嗰、那個我哋投資物業嘅租務等等，我先請阿志輝講一講。多謝記者提問。關於來年呢，現時呢我們都真的很密切留意市場的情況，但是現在我們的計劃呢，未來的12個月左右，我們會為小濠灣的第一、第二期和東涌東站的第一期物業發展項目呢進行招標，總共加起來會有大概4500多個單位。咁至於關於租務嗰個問題咧，大家都見到啦，隨著依家我哋每一個關口都陸續開放啦，咁亦都解除咗個口罩令，咁其實咧初步都睇到咧商場嘅人流咧係顯著地比以前係多咗。港鐵啲商場咧，我哋喺唔同嘅板塊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有嚇，無論係高端啦、比較地區性啦，或者比較民生嘅商場都有。咁啊，現時都好難去預測究竟喺新嘅環境底下，同埋旅遊業嘅復甦會係點樣樣啊？但係都本人覺得都係審慎樂觀嚇。現時見到我哋啲租户咧，好大部分好多咧生意都有好大嘅起色。咁啊，商場嘅出租率咧，大家都睇得到我哋個回報咧都達到100%嘅，可能成個組合裏邊都係有一兩個鋪頭未租出嘅啫，咁所以都係樂觀。唔該曬。至於物業方面咧，因為嗰個係冇現金流嘅，不過我想請阿梁華再講一講。好啊，唔該總裁。呢個係其實我諗你提嗰啲係商場啦，主要係大圍啦。咁喺今年咧，我哋會有呢、這個喺黃竹坑嘅商場啦嚇。個商場個投資物業入帳嗰、那個我哋咧係入咗去呢個係投資物業公允價值入邊計算嘅，咁呢個咧係完全係根據會計準則咧係去進行嘅。好，唔該曬幾位。咁下一題或者最角落黑色衫嗰位女士啊，唔該。Some questions from RTHK. So, 香港電台一啲問題嘅，你頭先講到咧，已經係 forecast for the coming year. Like, when do you expect it to return to pre-pandemic levels? And also, with the recovery from the pandemic, how is the border reopening helping MTR patronage and also other revenues? And also, a last question: like, there are quite a few incidents, like the MTR incidents last year. So.Do you think the incidents play a part? Like, do they contribute to a loss in the fare revenue as well? Thank you. Dr. Kan, please. Yeah, thank you. For the patronage, as I reported earlier, the domestic patronage, the local traffic, I believe has been benefited by the opening of the boundary, and the domestic traffic has returned to over 90% of the pre-pandemic level. And for the cross-boundary, including Lower Lok Ma Chau and high-speed rail and the Airport Express line, has returned to around 50% of the pre-pandemic level. And the overall trend is encouraging. It is still rising. But of course, we hope this trend will continue. In terms of the way that we maintain our railway assets, we pay a lot of attention in the maintenance of our asset, keeping the railway at its top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we every year in our
regular maintenance. In our recurrent maintenance costs, we spend more than $5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every year on the regular maintenance. And in the next few years, we will be adding over $10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every year of capital investment in improving and replacing and upgrading our assets. We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our performance. Thank you, Dr. Kam. Next question. 後面863外套嗰位女士。The lady in 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記者，然後想問一下楊美珍女士，就是前段時間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有提到過八達通全國通卡的這麼一個計劃，可能會在下一季度推出。那麼這個實體卡可以暢行內地320个市，那么据我所知的话，内地很多省市都没有打通他们的一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支付统一的一个支付方式。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八达通的这个计划的话，目前是怎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一个信息，谢谢。在美珍答复之前，我先说一下，自从今年一月份美珍变成这个八达通公司的非执行主席以来，我们投入更多的资源，八达通公司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改善我们总体的服务。可是我要先说明，八达通公司是另外一家公司，不是港铁公司，所以现在我就特别的安排吧，先给美珍答一下这个八达通的计划。谢谢你的问题，我想我很简单去讲一讲我们的全国通那个新的产品。这个卡会在320个城市可以使用，在他们的公共交通，好像铁路和巴士。这个项目是跟内地的交通网络的机关一起的研发的所以是跟他们一起的合作。这个产品会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希望可以推出。好，谢谢杨女士。下一位有没有记者朋友有问题？后面白色衫的位女士啊。Hi, from information. So the management mentioned that. 嗱，頭先管理層咧就話將會喺香港以外揾一啲商業嘅機會，咁係啲乜嘢嘅國家咧？你哋會係研究咧？ Also in Europe, there was some people saying that MTI is considering the sale of its Swedish train business. So how do you see the possibility of asset sales outside Hong Kong?Right, we have been operating in Australia and Europe, including Sweden and UK, for many years now, and we have some very successful businesses, including the latest, the Elizabeth Line, in UK, which is very welcome by our users, by our customers in London. We'll continue to look at possible expansion.Possibilities in the existing countries that we have a presence, but we'll also be open to other busines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好，或者我哋最後一位問題啊，最後一條問題。Perhaps you can take one last. 先生，唔該。你好，友善嘅。首先想問翻，高鐵星期六會復運潮汕嘅班次啦，但係去汕頭嘅班次要延誤一日啦。想問當初同內地協調嘅嗰陣啦，係咪已經知道要遲一日嘅咧？點解唔揀個第二個日子一齊復運，而係分開咧？四月嘅時候可唔可以如期全面恢復嗰個長途服務咧？另外就係就住舊年年底嘅兩單列車出軌嘅事故啦，政府同埋港鐵都成立咗嗰個小組去檢討資產管理啦，同埋維修制度維修保養制度，想問而家嗰個檢討進度係點咧？有冇一啲初步發現到嘅問題，同埋應該改善嘅地方咧？唔該。或者我先講一講個鐵路資產嗰個，又請阿美珍講一講高鐵復運嗰個安排。喺我哋嘅鐵路嘅營運同埋保養咧，我哋係非常咁樣重視我哋嘅鐵路資產嘅維修同埋我哋投資更新。譬如我哋每年用在日常維修的資源是超過50億港元一年每年，
而我哋喺跟住落嚟幾年咧，我哋叫資本性嘅投資咧，係每年會超過100亿港元，即係加埋咧係150亿港元，係會投入去維護、改善、更新我哋嘅資產，或者提升我哋嘅資產。咁亦都因為我哋嘅投入同埋我哋嘅工作咧，譬如講翻我哋舊年行咗250万班車嚇，見包括埋輕鐵、重鐵，行咗250万班車，絕大部分嘅車程咧都係暢順嘅。咁但係雖然係咁，我哋仍然希望咧係精益求精，所以我哋係全力咁參與咗呢個資產管理嘅檢視，我哋希望做得更好。而家嘅計劃咧，我哋喺6个月之內咧會完成呢、這個資產管理嘅檢視嘅。咁喺高鐵方面咧，我哋都係目標希望喺4月1日能夠恢復即係所有長途嘅班次。咁而家都喺度做緊最後積極嘅準備啦。咁另外就係講翻剛才講到即係3月11日嗰、那個即係列車嗰、那個即係汕頭嗰班車咧，其實都係一啲正常嘅車務嘅調度啦。咁係喺即係一個網絡咁大裏邊咧，有時有啲臨時或者係即係一個比較喺可能行車前嘅一啲調度咧，都係會有時不時咧都有咁嘅機會會出現嘅嚇。好，唔該。咁今日嘅業績報告記者招待會咧，時間已經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今日出席，拜拜。